哎，你这个也太不给力了吧！红点你都能震慑，兄弟不救了呀！卖了卖了卖了！我碰一下机子，那魔术师就死了。你这还是 S4 呢！我的天！这又震碎一个呀！你这一个比一个强啊！人都给我吓醒了。前锋手亮，这个结石是真的忙切来切去的。多少分？100分不到吧？这开机就被震慑了，估计心跳都没。刀有时候长，有时候短。十点没治愈，我还要撞你一下，你信不信？又来了，疯狂回手套。再来一次。这个红点是怎么能被震慑的啊？我都没睡醒，我等溜一会儿，这还能直接死的？这还是个 PC。这红蝶头可能要没了。
哎呀，刚刚过半我也没省球省出事了。然后这个红蝶以为我手上没什么球，然后实际上我球还有很多，然后就给他来个狠的。惊不惊喜？还要好了。这都乱评啊，惊了，这说不定还能赢呢。哎，赢不了，如果那个磁铁没过半的话，各自飞各自飞。门先开了呀，虽然在你附近。那没了，够了够了，两个秒倒的，平的不错的，不能太贪了，满意了。永远你不知道你修的修的，然后那个人就直接血条没了。那就看着我直接转。杀谁呢？又是娃娃，那结石飞了呀！你交了闪现，你怎么挂人呢？双屁股，没了。白给了，等我起来，我又是一条好汉，不着急。哎呀，他这个板区能做就特烦，玩不了板子。
我觉得我下来得拉一波球跑路了，命要紧。这个秒救吧。哎，这都做得到。哎，下次跟蜥蜴打不赢就不弹球了，他跳我拉球。你的平跑的肯定要被做了。救不到呀，没用。跟蜥蜴圈呢？往这来看，踩个圈，免得去踩的时候都拿一刀了。都能空到、哦、没有用，你闪现进来寄生我已经摸好了，没有用。哎，你去不去？干嘛翻过去啊？你要你用寄生打，让寄生打你啊！喂，还不好装。空刀怪呀、啊！激动了，激动了！只要不双挂，一切都好说。双挂还难打，没事人头的。你看你双挂就被偷人，
我还有怀表，就跟机械似的，电击了。小玩意，没拖一会儿，还没药好，我不知道药没药好。 不要急呀，慢慢打呀，我还得把这个机械师摸好。他万一换了个时长呢？你压好密码机，机子给你踢了，踢两次。 估计是被踢了，那这把我被救下来，我也得消失了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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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都莫名其妙就输了。没了，最后一台怎么都点不亮了。没机子。杀谁呢？底牌一刀，魔术师。我就直接跟吧，这么早要鸟。那完了，上不了车。有一个办法，开球。先知，
着急啊，反正他也没交技能，他这边是跑木马，那就先修啊。探电机人就无伤救，探不探？探电机那行，那我直接救。双兔子了还？把尸踩了呀！你反正你都倒地了。哎呀妈呀！都没交的，插机子。枪还留着吗？不是，这他妈排位你还皮？本来节奏都不好了，后来搞了我还被自己交了。摸好叫到这不存在的，摸好叫到人都凉了。姜伟真的不适合打人呢。枪不好追啊，真以为我不敢丢啊？不弹板。送双刀了吗？
这仿佛我的天空。自己唱不过去了，被改了吧？以前还可以穿的，现在穿不了了。叫鸟了，然后清风这边摸好。开长球，不开。挖球救人，挖球救人卡了一下，金枪不换有黑妹啊，三层没必要。狗弟叫了呀，前锋他也不救。黑妹开箱子。其实不会投的，他还有四层火的，干嘛要投呢？他要揍一下，刷点分，刷完分再投，要么就是站起来刷了一次，然后赶紧点投降。我开金圣，我提前开你又揍不着，我让你刷不着分。小心思想的你是没谁了。不投我也刷。
就红蝶杀大副呗。哎哎，哎呦我走着走着怎么？残血怎么躲三连呢？刷猴打干嘛呀？我还以为黑杰克呢，我的天，我第一眼看到我以为他在求牌，我看傻了都。他那个动作真的像抽牌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红蝶怎么在抽牌？然后我想，这排位了。哦吼，怎么老是跳起来？跳起来惊喜，转角也是惊喜。没冲厕所，完了拉球拉了个瓜皮。这不咬下来了吗？医疗兵，哎，我都没球了，金针都交了，我的天！这个红蝶贼逗。
人工封窗，不带封。压好了，再见！我不扛了，不扛了，不扛了，打他去！哎哎，娃娃娃娃，快快快，修一修修一修修一。你还变尸，招你惹你了，看那个金山生气了。又是红蝶啊！可以。该去帮忙了。三个之魂我还差两个，坐等免费珍宝给我抽。感觉这一波联动结束，他会结束前，然后再给一波珍宝。呦！我就这个看戏了，怎么飞我来了？真惨！红蝶是起了杀心啊，你看机械师都不哦，机械师都不锤了，今天就是要锤死这个调香师。干嘛呀，还飞我来找人摸去吧。有点尴尬。
你有金身还憋？兄弟，你不要倒过去啊！你倒过去，我很难帮你撞啊！哎，踩了个板。空刀，空刀，空刀！哎，空刀，空刀底。这个红姐心态崩了没？是不是心态崩了啊？你这空了一万刀了吧？你拿我出气没用啊！你得杀那个调香师。真的是沦为出气筒。不喊了好吗？执着我才刚到呢，你把尸踩了呀！这金身交的意义不大呀，把尸踩了，对，灵性一点。
兄弟猴子。不是你今生好了吗？你就敢签？有困兽之斗啊！这个屠夫忍不住了，忍不住换了一个闪现了。守尸了吗？白给了呀！搞快点，搞快点！哥几个速修，搞快点，搞快点！把我摸好啊！哎。走个啥呀？几点啊？过来呀！他闪现了，不是传送啊！这几个队友怎么两个人都全跑了？我的天！吓人！金身怕啥？他带金身，他抓不到人呢。他带金身，有没有红蝶啊？那红蝶那估计八成是金身了。杀前锋啦！哎，刀这么长，
你的刀有时候长有时候短，怪刀。哎，你看他刀有时候长，长的出奇，有时候短的出奇，真是一个谜一样的刀。空姐秀一手无伤救人，这样我就好回手掏。打了，开枪！给力哦，打了！哎呀，真轻松呗！挥手头。为什么拉条老卡模型？救一手，救一手，救一手，兄弟们，救一手！两个人，黑妹、机械两个人一起来救，挂人就揍他。保我呀，兄弟！哎，这刀真的，怎么这么长啊？哎，完了，那空姐还不修了。那边是我的机子，他不修。你不修，你现在两个人全在跑。揍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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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揍！给力！他这个刀是真的长，跟上一个红蝶那完全不是同一个刀。可能这就是氪金的力量吧。皮肤加成吧。把棍子敲出屋。忙你在小木屋，小木屋敲的脏。好像这个蜘蛛他没听见。可能耳机不好。要不帮这个屠夫一把，给太君指路。
过来把机子补了，你跑啥？哎呀，这个蜘蛛头好铁，快烧知道哎，两层了。我估计黑妹下一波咒的就是起家插刀了，然后他咒他，然后开个长球白给了，本来就已经三层了，闪现，你看你看你看这恢复速度。兄弟别揍他了，你再揍他我没法撞了。人呢？这还行行，让你钱让你钱，哎，让你钱，哎，欠我。兄弟把丝踩了再救人可好。看你不踩那个丝，我白给了。盲女救人了，盲女要拿他的棍子敲出屋了。哎，可以直接点。兄弟别跳，完看盲女这个帽子，简直是看着真像把手上那个东西敲乌了一样，他这个头跟安全帽似的。在这里，执着。如果这个限制要吃到了，记得把丝踩了啊，不然怎么搞这个三层丝千气球根本就中不着。
哎呀，还被盖一板子，这先知鸟还没被打，饭板还没减速，为什么一直都不交技能呢？ 而且为什么磁铁还没亮啊？讲道理应该3台了呀。哎，空姐没亮，带的啥？ 真也不是，这空姐电机，奇了怪了。 交不交？我假装扯，你交不交？你还不交是吧？那我走了。他到底带的啥呀？他一直憋着，闪现也憋着。 都压好了，那我走了，你加油啊！哎，有道理，失常。 肯定是市场空姐那电机被踢了，不然空姐早亮了。牌子你得等结算呢，怎么可能现在就有？ 这不是有一个机械师吗？你怎么还问为什么不用机械师？你这土匪又来了！不装推进器吗？这干追呀！ 100%，闪现。
先带走。清晨呢？我日你哥，开那么久球还被撞，不去一下。金身，百分百金身，没必要撞。空姐，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别开枪啊！别开枪啊！嗯，这明显金身，撞了个钻头还直接签，我还有球，撞了白给。现在问题没人摸我呀，我没法去那个救人呢。别，我只是跟你说一下，快压好了，你稍等一下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兄弟。你加油啊，你去单拿的去。哎，你上不来。好了，把空姐卖了，快走。这边是有人的呀，我猜吧。又误杀前锋。
哎，我就说那边有人嘛，这先知道这人，就两台。好狗啊！哎，这都没出着吗？我炸了！视频转发。我双兔没了，完了！我现在心态小崩，我双兔没了。好，心态回来了。救呗！我针对死他，你救我！翻出去不更白给了吗？本来就挂不着。不好赶过去，太远了，要平。很色，不着急了。你敢点吗？你又不敢点。
个戳箱子，一个刚开门。无所谓，你们不开门呗。看见他了。哎呀，我加速断了。吓死我了，差点也没了，赢了就行了。开了开了，算了。一百，你以为我要踩吗？哎，我加速你了，我炸了，这波的话应该是炸掉了，400给了。为什么死老是放不出来啊？再追没了，你不追吧也要丢金鸡，这把往平局打了，肯定赢不了。带精神不理智啊！医院下次不带精神，医院带精神太亏了，找不到人。你看我现在没死，我难受的一批，什么都干不了。没跳，沉思啊，沉思啊，沉思换个传送。
双修。没人想偷吗？哎，逮到你了！哎，可以，这都能拼，这都能拼。看这把还能不能再平一局？哎，上把节奏是真的串，不能这么白给人，再白给人炸了。往里晃呢，我在等时，我不着急。我觉得这个前锋不能放，但你放吧，因为他一定会去找黑妹。放了吧，不放也不是，放也不是，把他卡死在这儿。你继续啊，滑。黑妹呀，不是他救，空姐救。这空姐不带怀表的，哎，带上了啊！是真敢拉呀！跑得掉吗你？
尤其找黑面的，这狗前锋。拆台机，最后一台刀船。这人挂不了。交船吗？挂空姐都可以。先是这空姐得吐一口，不然活得太滋润了。吐不了，那只能挂了。这是打算抢点吗？有人在考我耳鸣呢，那还有一个人是双十一补啊，我找一下。看见了空姐，那个黑妹，不是空姐。三层猪丝肉足够把你挂外面了。刚才不是碰过吗？小木屋那边吗？哎，我有点虚啊，我不知道在哪。万一他扎了个针，他留了一丝丝，等会儿就扎跑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还临时扎一下呢，没扎着，哎。真的就留了一丝丝呗。现在他们打劫客又有一种新方法了，他们过板区反着走，就贼优秀。板区反走，然后误认就会空，还被盖一板子。Thank you.
你视角转过去啊，大哥，完了，来给。空两个不是，基本上是没了。又空一个，基本上是炸了。直接亮蓝两台，最后一台小木屋，物理重轻工厂，物理四合院，放个眼骚扰一下。怎么第二只鸟都吸出来了，人都傻了。舞女救，快点，我要拦舞女。拦巫女的过程，这佣兵要起来了也难打，都是问题啊。看吧，这就是问题。小木屋赶到那个门应该要很久，现在应该在开了，赶不赶得到是个问题。树太多了，都忽然飘了飘了吧唧的，没了，三个应该都到了，又没有护臂，舞女早就贴了，他这边是直接点的。破图啊，大图慢盒子，小图快盒子，给力啊！这范围还波及到了跑木马这边。你干嘛呢？你怎么闷着头跑啊？一级加速减不了多少呀。好吧，当然前锋是另一回事。
盒子他们踩不了啊！哎，我傻了，这个盒子踩不了，你敢信？ 这波怎么他救人呢？ 好伤啊！本来有双吐司的，又白给了。机子锁住了，还好。 这盒子踩不了，我踩不了，这个盒子就很烦，就你只能被他绕，没办法。 再传送，哎，没有空间吗？我看错了吗？没有双救啊！排一下耳鸣吧。 有，那就不需要传了。这狗哪了？ 传送来不能交，交了平局，交了他们必点，走过去好了。第二十，强势救。 落地刀，两个人都是 0.5， 吐司一刀，落地刀，两次机会。嗯嗯嗯
接传，有点闷，想躲地窖，帐篷亮了。其实我挺喜欢抓空姐煲汤的，只不过开局遇不到而已。他交了枪就可以把他挂了。前锋还不好抓，调音师也不好抓，抓调音师不如抓那个空姐，空姐贼好抓，枪交了就没了。还好我带嘴猎的，跑呗，我损失啊，跑呗。嘴猎该亮了呀。跑呗，你接着跑吧。这叫无脑跑啊。早知道点满了，说句实话，早知道点满了。长球就好了。哎，我在干嘛呀？头这么铁。这把是真炸了，那可不是，是一点也炸，直接没了。果然追猎还是要点满，血的教训，不点追猎就白给。一级没用，一级不如不要，要么就不追。
前方没走。警官应该开了个长球把人救起来了。这个死 VIP 了，让那个前锋走了。这波绕木马太不理智了，一级追猎不该追，一级追猎作用太小了，这12秒不该等，还是8秒收益大一点，12秒太久了。空姐追啊，正好我想杀空姐，看见你的脚了，不打一口足够了，下一波他救了人的话，没办法救了，足够了，不谈了。其实刚才可以一刀把他带走了，我不敢做这么做。自己往猪刺上面贴。看前锋了，前锋想绕，等一个追猎，这不是白给吗？知道我金山还撞啊，送你是 VIP。这把决裂没用上，不过无所谓，带着总是好的，以防万一。先知修，何相救？不救拉倒。狗地叫了，在七点。
脚印都漏了，等出头了，应该他去保护我站岗了，他肯定应该是去了。下来，鸟没叫吗？ 我站，那我不着急，我在这边等一会儿，我等先知起来，我再去找调香。我先假装走，让他起来。那不需要了，这边送了。哎呀，刷点分。 开完箱子，修机子，那箱子百分百被开了。哎，玩套路出牌了，不刷分他能干啥？干啥呀？ 还晚上瘾呢，还快把室友叫起来，他马上就要死了，正好看一把，看一把再死。 我双狙，真剧版判定啊！我要杀了小丑。<笑> 双倒！你这叫还在那边修，那不救人了都。
真不爱玩小丑，说实话。啊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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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卡壳！卡到我飞起来了。好卡好卡好卡，兄弟兄弟别闹，这小丑啊，哎呀我的妈，卡得我驾驭不住啊。我不敢装风衣了，我真不敢装了，太卡了。再装风衣，这推进器肯定白给。我怕了，再下怕了。修是挺修，有什么用呢？你点不开，你点不开，没有用。这种天赋俗称见谁谁死，这头铁完事。防止他跑马拉松，看来不需要。不丢吗？我被大家下板子。这样就很赚，然后这一波要交鸟，交鸟我直接进入隐身。我日！空姐在，我不着急挂呀，空姐，你在做梦呢？你交不交？好像是摸不起来的，前锋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摸不起来，你摸得起来跟你信。哎呦！你看这前锋，你看这前锋，你看这前锋，哎呦，我都说不出话了。我就看着他眼从我眼前飘过去，他在那摸人呢。没球了吧？
没投了，不亏，到不了再针对死。他两瓶伤血都没回去，他这把还是不会回去，不炸了。 白给，白白拖这么久。现在我要蓝前锋，拦得住还有的打，拦不住嗝屁。好考验无人的技术啊！完了，急了，没了，再见。 哇，这个地方好烦呐！我就死追了，反正你们差一台电机，死追还锤不死你，真是见了鬼！ 送 VIP 里面去，前方还在这搓箱子。 还有一次机会，拦住这个前锋，他刚抽完箱子，三连那边，无人可别再空了，要好了，有响血啊，那就是随便救了呀，这个。 太精了，这种人要不得啊！真的要不得，还不起来吗？前方的那啥呢？ 风摊一下，对，我日，还给摸起来了。啊？哎，我以为你死了，我还自信回头，我还。
我还跟个弱智一样自信回头无的那边。哦，换你了。哎呦，前锋哦，走了走了走了，黑妹，两个人，板子下了，有一个人会往小木屋那边跑，先看一下是谁的跑，黑妹跑，那板区这边是谁呢？空姐，那我找黑妹吧，翻窗加速，哎我子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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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死饿，可以，不行，不着急挂，蹭个三乘十，然后他敢撞，等会就给他来个狠的。操什么鸟嘛，怎么这么怂呢？这些人啊！换人挂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让黑妹自己自生自灭去。跳嘛，跳嘛。摸起来，摸起来，摸起来，来来来来，摸起来。真的是牵个气球，还要跑得比大还快。来，下来下来下来，你狗下来吗你？又逮到一位，爽。哦，没亮了，我就传送。没亮，那就不着急了。你救不下来，没有用。换个灵性玩一玩。先是点了三级追猎的，如果我带的是那个金针的话，万一我没抓到空姐呢？乌鸦飞了，有人，二号站上，三号站上面。
哎呦，瞧瞧，你瞧瞧，这是谁？ 等一个误认，等一个闪现，逼一下走位，然后把他带走。哎呀，有点秀啊！但不亏，枪交了，鸟交了，双交，总体来说是赚的。 佣兵二号站从左边的桥过来，拦一下，骗点护臂也是可以的。这么快！哎呦我日，咋这么菜呢？这倒不上轿了，他肖博还能救。 兄弟，别玩了，怎么搞要出事啊？飘成麻瓜！开车还好，开车等你。 差最后一台，佣兵的，最后一台佣兵，佣兵机子，亮的人会去补，然后这边骚扰，逼他救吧，我这边要赶紧，不能让他拖时间了。这个时候追猎就很有用了呀。 说不出话了。真炸了，真炸了！你这皮，哎呀皮，左晃一下，右晃一下，皮，游戏结束。 空两个误认，全都没拦住。是跑了，给力哦！左晃一下，右晃一下，晃没了。 还不如贴连手呢，扣8分。帐篷，帐篷有人，帐篷的，应该是出口吧那边。没人的话，那就是代表他们往终点走了。他们在帐篷后面走了，空姐。 这里肯定有人。
个祭司，祭司楼梯打不了无人刀。什么情况？他为什么插刀了？他要蹭实体刀了，还这样蹭到了。哎，你蹭实体刀，我蹭不了，我不认呐，我蹭不了误区，我惊了，我都先知修的这台机子，好了，空姐，找空姐。先知也在跑，也就是说现在只有一个人在修机，那就是那个佣兵。然后佣兵会过来救人，我这把贴着人手了。懒得跑，说是这么说，我还是想跑一下，不然手痒。哎呀，我真的是醉了。这不是手尖吗？这不是。修的开吗？你修的？哎呀！我真要炸了啊！白给一次，白给两次，白给三次。害羞机子。专杀救人位。开心吗？再给你敲一下啊。是修机慢，无所谓，我有误区。
最后一台终结，先只补完。修不开啊，你10%的减速好像是，你怎么修得开啊？先知也在那边修，我吃上一块好了。救不到你，救不到你，100%救不到你，赶不过来，你过桥你可慢。我足，不能急，如果我挂佣兵，这把可能平了。这是放弃了。